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气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健康店呢已经一路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家里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气的治疗了。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200C，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了，今个疗剂呢是叫做Mercurius Corrosivus、我们叫蝕汞、侵蝕的蝕汞、其实是一个 Mercury Chloride 来的、一种的氯化汞、即水银的一种水银盐来的、这个的蝕汞、是一个很强的那个消毒药，消毒液嘅，咁所以咧佢嗰个作用咧都嚟得好快，咁就系可以话好激烈嘅作用嘅。咁主要就因为佢嗰个氯化吓、那个氯 chloride 嗰个成分咧，系加强咗呢一个嘅水银嗰、那个活力嚟嘅。OK 吓，咁通常咧我哋会睇到咧系有发炎啦。咁发炎得嚟咧，就系、是、有肿胀啦，同埋咧有一种收缩嘅。好多时候咧，我哋呢种咁样嘅嘅烧啊，内边嗰啲庆嗰啲烧喺个喉咙啊，或者个胃啊、肛门啊，或者系膀胱颈啦、啊、肾嗰方面嘅，咁亦都会感觉咧个喉咙喺收缩，或者肛门收缩，或者嗰个膀胱收缩嘅。佢话咧系处理一啲好严重、好痛嘅。嘅尿道炎、或者咧系早期怀孕出现嗰啲蛋白尿咁嘅样嘅，咁呢个就一个应用嘅地方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是、用一啲好严重嗰啲痢疾吓，肛门咧出现嗰种好严重嘅嗰个痢急后重啊，呢种咁样嘅想屙好急好急，咁又屙唔晒呢种咁样嘅情况嘅。系啦，个精神状态咧，通常咧就夜晚黑咧就好不安啦。瞓觉嗰阵时候咧，尤其是经期嗰阵之后咧，瞓觉咧系好多焦虑嘅。日头咧即系好多好敏感啊咁样。
在个膀胱嗰方面，正如陈所讲咧，就最对付一啲好严重、好痛嘅尿道炎。那个膀胱咧，直情抽实得好辛苦，尿道发炎都好犀利，同埋咧喺怀孕期间出现嘅蛋白尿嘅。好啦，喺眼方面咧，亦都有呢、這个好轻啊烧热嘅眼嘅痛啦，那个虹膜炎啦，导致咧。嗰、那个颜色咧，即系好似泥色啊，污糟糟啊，又结啊，咁同埋咧就嗰个度令到嗰个虹膜咧系又唔缩得，又唔扩张得嘅，咁出现嘅尿嗰个泪咧，嗰个眼泪咧都系好即系好乸嘅咁样，咁成个眼球咧，即系眼蓋咧系肿晒、水肿晒嘅。咁女性咧就嗰个阴道炎啦，嗰个尿道炎啦，都系一个系好严重、好痛嗰种嘅，好急嘅。咁肾方面咧会出现肾炎，嗰啲出血性嘅肾炎啦，可能咧嗰个尿嗰啲排嘅尿咧又兴又烧热嗰种感觉，咁尿里边咧系有蛋白尿啦，咁同埋有血啦。同埋個分泌咧都係綠綠嘅，咁喺呢個嘅尿道炎嗰陣時候咧，嗰個排尿好難嘅，可能尿咧一滴一滴咁樣出嚟嘅。OK， 好啦，咁仲有一個情況咧，就可以用喺嗰個口腔下，咁通常咧拱下水銀嗰個症狀咧係會流口水好多嘅，個口度咧一種金屬嗰種咁嘅味道啦，咁出現嗰啲三飛枝啊，潰瘍啊，係同埋咧，或者咧係嗰個口腔咧係化膿嚇，即係嗰啲好嚴重嗰啲咁樣嘅潰瘍咁樣。咁夜晚黑盜汗啦，出現嗰啲水銀都係出汗多嘅，咁亦都有一種皮膚嗰個問題咧，就潰瘍啊，出嗰個潰爛啊，一直擴散嗰啲蛇皮呢啲咁樣嘅皮膚嘅問題嘅。咁所以呢个嘅舌拱呢係主要都係两大嘅地方下，咁一个呢就係嗰个膀胱尿道啦，第二个方面呢就係嗰个严重嗰啲痢疾呢方面应用得好好嘅。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酮类尿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係唔係就係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酮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沙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